先生，大先生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等等啊！先生，何光秀他们一起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啊，我知道。我莫文化，我也不漂亮，可是相貌是父母给的呀，知识是别人教的，这能是我的错吗？这能是我的错吗？手
西楼啊，哗啦啦到了高楼。